继光，为明代抗倭名将，杰出军事家，武术高手，山东蓬莱人。他出生将门，自小立志疆场，保国为民，曾挥笔写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名句。17岁袭副职，任登州卫指挥检事。25岁被提升为蜀都指挥检事，负责山东全省沿海防御倭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嘉靖38年，戚继光从浙江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共3000多人。为了提高战斗力，戚继光还认为，强健的体格是士兵掌握武艺的基础。他十分重视士兵的体格锻炼。平时，士兵要穿重甲、荷重物，精练体力。操练时所用的器械更重于交锋时所用的器械，以练手力。平日要士兵腿裹沙囊，一口气跑1里路，以练足力。戚继光亲自带头苦练，坚持跑步，疾走锻炼，有时腿上还绑着2-3斤甚至4-5斤重的沙袋，连续奔跑100余里，练就了一副好身骨，还能2天不吃不喝不睡，连续战斗。队员还按年龄、体格，分别配备不同的兵器。作战时，全队队员各用其所长，配合作战，攻守兼备，进退灵活。这种战斗队形能分能合，人称鸳鸯阵。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这支新军队伍很快成为军事劲旅，人称戚家军。嘉靖40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所部9战9胜，取得了台州大捷。倭寇们心惊胆战，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次年夏，戚家军南下福建，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的3大巢穴。嘉靖42年，与福建总兵余大猷、广东总兵刘贤等人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升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11月，倭寇20000人围攻仙游，戚继光用寡击众，一呼而折解重围，以正为旗，3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震中国海疆，倭寇望风而逃，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戚继光在4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1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或在东南沿海扫灭倭寇，扩清海疆，
或在北方练兵御边，使蓟门安然，堪称一代爱国名将。他智勇兼备，多谋善断，练兵有方，指挥戚家军表发电举，屡摧大寇，甚至还出现过歼敌上千人而戚家军却无一人阵亡的战例，被誉为中国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他不仅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颇多建树，著有《绩效新书》《练兵实际》两部兵书，为后世兵家所推崇，谈兵者尊用焉。戚继光是一位古代武艺的整理与总结者，这方面的成就集中在他的著作《绩效新书》里。早在浙江防倭之时，戚继光针对倭寇的武艺优势和惯于人字为战的特点，创制了以长短兵叠用为主要特点的鸳鸯阵，再根据临阵作战的实际要求，训练士卒掌握真正用于杀敌防身的武艺。为此他博采众家技艺，取其精华载入《绩效新书》中。为了使士卒贯勤肢体，活动手足，以掌握初学入艺之门，他还取民间许多拳术之粹，编成长拳32式。现在研究古代拳术技术和理论的重要资料，戚继光不但能学艺于友，而且亦能学艺于敌。嘉靖39年，他最初编成《绩效新书》时，曾因世传刀法多不切实用之故，在书中没有收取刀法内容。到他晚年在广东重新修订《绩效新法》时，由于对日本刀法的了解，在书中写进了腰刀解、长刀解等前所未有的内容。戚继光立足于军阵实用之效，力排虚花套子武艺，但从练兵本身和综合效益考虑，他又不绝对排斥某些虚花武艺的存在和合理利用，这正是戚继光在武艺价值观念上高人一等的地方。他对古代武艺的整理和总结，对后世民间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王庭，字奏平，明末清初人，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家沟陈氏9世，出身于地主官僚家庭，擅长武术。据陈氏家谱所记，在山东称名手，陈氏拳手刀枪创始之人也。陈王庭是明代很受重用的武将，他擅长武术。1644年，明皇朝覆亡的前后，陈王庭已经年老，隐居在家，
造权自于教授弟子儿孙。他以戚继光的全经为蓝本，创编了十三式、长拳、炮拳等拳录，后来与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的理论相结合，演化为今日之太极拳。据《陈氏拳械谱》，陈王庭所造拳套有太极拳五路，长拳181路，炮锤一路。陈王庭在整理武术套路上受戚氏的影响很大，戚氏拳经32式，综合民间古今16家拳法，取精去粗，以32个姿势编成拳套，作为士兵活动身手的武艺之源。陈王庭吸取了其中29式编入太极拳套路，光是长拳就汇集了108个不同姿势，可见其吸收拳种之多。拳经32式以懒扎衣为起式，陈王庭所造七套拳录也都以懒扎衣为起式。名人长服束腰，演拳时需将长服卷起塞于腰带中，以便动步踢腿。戚氏拳经起式懒扎衣，左手撩衣塞于背部腰带，右拳横举向后，目视左前方。称作懒扎衣者，表示临敌时随意撩衣应战，乃武艺高强、临敌不慌不忙之意。陈王庭懒扎衣歌诀所谓：临敌若无胆向先，空自眼明手变。所制拳谱和拳经总歌也写取戚氏拳经歌诀文词。陈王庭拳经总歌开头两句话：纵放屈伸人莫知，珠靠缠绕我皆依。这里的珠靠是指两人以手臂互靠，运用兵、旅、戟、按、踩、肘、靠等八种方法和进别，它概括地说明了推手的特点和方法。陈王庭造拳的创造性成就是结合了导引、吐纳，使能在练拳时汗流而不气喘，加强柔化刚发的爆发力量。缠绕运转的缠丝进练法则是结合了经络学说，阴阳虚实柔刚具备的拳理则是采取了阴阳学说。双人推手和双人沾枪的方法更是陈王庭独创性的成就，以沾连沾随、不丢不顶、柔中遇刚、无过不及为基本原则，成为太极拳学派独有的竞技方法，解决了不用护具设备也可以练习徒手搏击技巧和提高刺枪技术的问题，这是中国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性成就。
十八世纪末叶，王宗岳、吴宇湘和李毅奢发挥太极拳推手的理论和练法，各自写下了总结性的太极拳论文。陈家沟陈氏十六世的陈新也根据历代积累的练拳经验，用十三年的时间写成《陈氏太极拳图说》，逐式详其理法，以义理说拳理，结合经络学说，其拳法以柔刚相济、快慢相间、续发相变为原则，始终贯穿有缠丝劲，并以内劲为统御。这些都已成为练习太极拳和练习推手的指导性理论。自陈王庭起，陈家沟陈氏世代传习太极拳，经五代至十四世陈长兴这一代，陈氏专精于太极拳第一路和炮拳一路，也就是流传到今日的陈氏太极拳一路和第二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既是直接从陈长兴这一代的陈氏太极拳第一路演变而来。陈王庭是继戚继光之后整理民间武术的杰出人物，他和戚继光同样是身为武将，都要研究武功，又有实战经验，接触有武功的人又多，所以有利于博采众长，加以继承和创新。现在太极拳已在国内普及，成为拥有最广大群众的体育运动项目，它的保健医疗作用已为广大群众所认识，并已引起国际体育医学界的重视。太极拳不仅已风行国内，现在又能逐渐走向世界。追本溯源，陈王庭对编创太极拳是有杰出贡献的。霍元甲，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近代著名爱国武术家。他1869年1月19日生于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一个武术世家里，父亲霍恩第继承祖传武艺迷踪拳，善于技击，以保镖为业，在河北一带颇有名望。少年时代的霍元甲秉性谦良，身体瘦弱，时常受到村邻儿童欺负，他的父亲认为他生性怯懦，不是练武的材料，担心霍元甲习武日后有损霍家名声，拒不授意于他，只叫他用功读书。霍元甲聪明有志，别人的轻视却激发了他奋发练武的决心。每当父兄练拳时，他总是悄悄地躲在一旁细心观摩，并将一招一式的形神要领暗记在心，然后
在独自跑到家后的枣园树林中反复琢磨，刻苦练习。就这样整整苦练了12年，练就了一身惊人的武功。1890年秋后的一天，有一名姓杜的壮士来霍家请教迷踪拳。霍恩帝先命霍元甲之弟元清与其较量，可是只一个回合，元清就被击伤出场。站在一旁的霍元甲说：“父亲，让我去试一试。”霍恩帝迟疑地看了看霍元甲，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霍元甲早已跳入场内，与来者交斗起来。霍元甲动作轻灵敏捷，劲猛力壮，攻防技法严密多变，显示较深的迷踪拳武艺功底。霍恩帝看到此时，不觉转移为喜。斗了十几个回合，霍元甲一脚把敌手踢倒在地，那人爬起拱手认输。霍元甲这才将枣园苦练12年的事讲出来，父兄们听了十分感动。此后霍恩帝精心指点霍元甲，将迷踪拳全部要诀传授给他，但霍元甲却不因此而满足，他还研究气功吐纳术，并博采众家之长。传说他的功夫到后来，轻轻击之体软如棉，重重击之体坚似铁。霍元甲的威名真正传扬外界，还是在天津。当时的天津城，帝国主义分子横行霸道，人民饱受洋人的欺凌和侮辱。霍元甲对此极为愤慨。一次，霍元甲听说有一个俄国艺人自称世界第一大力士，肆意诽谤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扬言要与人比武。霍元甲赶到演技场交涉比武，这个色厉内荏的大力士一听说真的要比武，连忙以初到中国比武方法还不清楚为由推辞。当晚大力士就溜走了，于是霍元甲惊跑杨力士的新闻立刻传遍天津城。1909年春天，英国艺人奥皮因来到上海，在报上刊登消息要与华人比武，上海人民极为气愤，有人聘请霍元甲来沪比武。霍元甲到达上海后与奥皮因谈判比武方法，奥皮因也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家伙，听说霍元甲来比武，早已决定暗自开溜。因此在谈判中奥皮因百般推脱，谈判拖了一个多月，奥皮因勉强达成协议，比武定在上海静安寺路的张氏渭纯园。但是比武那天奥皮因逃之夭夭，观擂台赛的人得知后十分激愤，主持人征得霍元甲师徒的同意，便改成邀众表演。霍元甲师徒表演十分精彩，从此霍元甲的威名传震浦江。
当时在上海蓬莱路的三元里中有一所日本武道馆，是旅华日本人练武的场所。武道馆的主人耳闻霍元甲威名，派人请霍元甲道馆交流技艺。霍元甲师徒如期赴约，并以高超的武功战败了日本武士。霍元甲师徒在上海多次比武，精湛的技艺受到上海武术界人士的敬佩。上海武术界挽留他们在沪传授技艺，武术界人士在闸北的黄家宅租了旧式两厢一厅平房一所，为霍元甲开设学校，定名为精武体操学校。1910年9月14日，爱国武术家霍元甲因患卡血病医治无效，在上海新闸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离开了人世，时年才42岁。噩耗传来，人们无不悲痛惋惜，武术界人士赠送了成人曲艺的晚服，表示对他的怀念。嵩山因为少林武术而成为中国武术圣地，它位于河南洛阳东南登封县境内。嵩山山势挺拔，层峦叠嶂，有很多名胜古迹，主要有岳庙、嵩阳书院、嵩岳寺、嵩岳塔、少林寺、塔林等。中岳庙在山南路的最东端，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祭祀山神的地方。庙内翠柏参天，古建筑群林立，金碧交辉，风光秀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庙内保存有唐碑和宋代铁人四尊，庙宇布局严谨，中轴线上有中华门、俊吉殿、天中阁等建筑。考教中岳嵩山的特点，雄险有之，奇秀有之。其所不同于其他四山者，似乎突出在一个傲字上。嵩山的自然景色奇丽，奥妙无穷。嵩山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太室如龙眠，少室似凤舞，36峰峰峰有名，峰峰有点，层峦叠嶂，雄浑奇秀，林壑优美，寺庙林立，古迹奇布，素有上有72峰，下有72寺之说。嵩山更有奇特的地质地貌，太古代、远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地层汇聚一处，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质五世同堂的天然地质博物馆。
有时一线之分，上下岩层就相差好几亿年，从山脚到山顶，跨越的就是地球的历史。有时一步之距，可达数亿年。